随着中国的城市化以及消费升级，曾经是中国家庭三大件之一的自行车重新回到人们视线。其中电动助力自行车的发展以及潜在市场被广为期待。今天小编为大家介绍乐行天下 SE， 一款碳纤维助力自行车。 SE 是乐行旗下运动品牌推出的首款产品，车架采用全铝一体化成型，全影材式走线，太空灰雅观漆面，简约而有质感。整车仅有15公斤，可单手提上楼梯。车头配备4.2英寸的多功能液晶仪表盘，可显示电量、实时速度、助力档位等功能。SE 配备日本禧玛诺 Hiagra 时速变速器，换挡平稳而迅速，可在不同地形保持舒适的骑行。在刹车方面 ，SE 配备禧玛诺液压碟刹系统，拥有强劲的刹车性能。SE 采用4陪0式轮毂，3刀式抗风阻设计，符合空气动力学，在高速骑行中减低空气摩擦力。日本 T700 碳纤维一体成型，不但强度高，并且重量轻而容易清洗，配备蒙古外胎，拥有较好的抓地力与抗震性。SE 内置动力锂电池，助力模式骑行可提供最高60公里的续航，配备中置电机提供助力，内置速度传感器，可感知人体骑行状态，提供不同的助力幅度。相比外置电机的助力自行车，中置电机加速更加平稳流畅。同时 SE 支持切换多个不同助力档位，满足不同的骑行路况。另外，长按减档键可开启助力行走功能，可在平地纯电低速骑行或者轻松推车上坡。在夜间骑行 SE 同样可以满足，长按加档键即可开启仪表盘背光灯，座椅下配有骑行警示灯，保证夜间骑行安全。总的来说， SE 作为乐行首个跨界尝试的产品，作为智能出行的佼佼者，乐行为这款产品注入了不少科技元素，高端的部件成本注定了价格并不亲民。对科技和颜值有追求的专业级土豪玩家， SE 是个不错的选择。